我是小孩，我有话要说。人人生而平等，每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平等的。不管你的父母是谁，不论你的国籍、肤色是什么，你用的语言、你的宗教信仰、文化、你的出生是贫穷或富裕，你是男生或女生，所有的孩子都是大家的宝贝，应该得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爱护和尊重。请给我一个家，我有权利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，是和我关系最密切的人。在家人的围绕下，我们一起体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当我们还小时，我的家人会支持我、保护我，直到我满18岁为止。万一我失去了家人，或是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生活，那法律、制度也要确保我的权益，让我可以得到其他法定代理人的保护和关爱。一切都要以儿童的最佳利益做考量。大人在制定法律或是决定各种与儿童相关的事项时，一切都要以儿童的最佳利益做考量。请合力保护我们，照顾我们，培育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安心快乐地长大。如果我们受伤、生病或是感到困惑、迷惘，请伸出你们的援手，尽最大的力量，帮助我们走出身心的威胁，让我们可以茁壮成长。让大家知道我是谁。我们出生之后，请大人务必到公家机关为我们登记身份。在记录中，要有我的出生年月日、我的国籍、我的姓名、我父母的名字。如有任何外力要改变代表我身份的那些项目，我的国家都必须挺身协助我，让我可以回复我的身份，让大家都知道我是谁。我有话要说，让我们说出自己的意见、想法和感受。不管我们几岁，请让我们自由地表达，不论是用说的、用写的、用画的、用肢体行动表现出来的，
请大人们务必仔细看，仔细聆听，并针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年纪，给予最适切友善的回应。让我们自由翱翔，只要不妨碍到其他人，又没有触犯到法律的规定，我们都可以自由的思想，也可以自由的选择宗教信仰，或选择不要有任何的宗教信仰。如果我们要聚在一起，成立属于我们的社团，只要不妨碍到他人，不触犯到法律规定，那也是我们的自由。请为我们打开理解世界的门窗，要提供足够、正确、丰富的资讯，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。能多了解社会状况与各种文化，将有助于我们与世界的互动。大人不妨多制作儿童读物，并使之普及。对于少数族群传播资讯时，也应考虑到哪些使用特殊语言的儿童的需要。另外，也要留意让儿童远离有害的、不根据事实而妄加论断的资讯。让我们远离暴力和伤害。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的身体，即使是我最亲近的爸爸妈妈、老师、叔叔、阿姨也不行。对我们虐待、性侵、体罚、遗弃、剥削的大人，必须受到法律严重的制裁及社会严厉的谴责。请保护被卷入战争的儿童，请不要让我们卷入任何一场战争。如果我们不幸被迫要离开自己的国家，当我们抵达另一个国家，很可能当下就成了难民。对于难民儿童，基于人道，国际社会必须优先提供对我们的照顾。若是与家人分离，各国社会也要协助我，让我及早找到家人。如果我失去了家人，我的母国和我所身处的那个国家都必须负起保护、帮助我的责任。平等对待身心发展障碍儿童。若是我的身心发展有障碍，请让我跟大家一起快乐生活，让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学习，在同一个场域合作，并享有平等的对待。我要健康长大。为了我的健康，国家必须提供最好的医疗资源给我。大人必须努力降低儿童的死亡率，且要尽可能的让我们远离疾病。对于生存所需要的衣服、食物和水都要确实。另外，对于环境的污染也要戒慎恐惧。让每个孩子都能活泼、快乐、健康的长大。
中，我们学习，我们成长。我们有受教育的权利，大人们要教我们读书写字，为我们打开知识之门，好让我们能够适切地发展自己，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身心健康、人格与才能兼具的人。另外也要培养我们对人权和对自身文化的尊重，对于不同文化、不同语言和不同价值观的人，我们也要透过教育去学会包容和互相理解。还有，请教导我们认识地球，让我们学会照顾地球上的花、草、树木、河流和海洋，因为那是我们未来赖以生存的家园。请给我们做自己的自由。如果我们累了，就要让我们休息。我们要有闲暇去做符合我们年龄的游戏和娱乐。我们可以自由地看书、画画或运动，并参与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活动。儿童也有隐私权，只要没有触及伤害生命或违法之事，我们都有生活不被打扰及保有秘密的权利。未经同意，没有人可以任意进入我的私人空间，或是翻看我的私人物品。即使我是个小孩，父母或老师也不能这么做。我的日记、书包、信件、手机、电脑都属于我个人的隐私，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尊重，而且没有人可以任意揭露我不想被人知道的事，甚至因而让我受到伤害或羞辱。大人不可以利用儿童做非法的事，大人不可以利用我们赚钱，不可以逼迫我们从事性交易，不可以诱拐儿童，把我们当成商品贩卖，还有，要让我们远离毒品，也不可以利用我们从事毒品交易。对于这些心狠手辣的大人，必须制定法律，并加以制裁。特别处理儿童触法相关事宜。对于18岁以下的儿童触法，在处理相关法律事宜时，仍然要以儿童之最佳利益为考量，例如禁止拷问，也不能对儿童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。在审理期间，应采无罪推定论，如需服刑
也要尽可能缩短行期。当儿童失去自由的这段期间，大人也要尽可能的好好对待他们，并给予适度的开导。我们是国家人权博物馆台湾手语培训班的学生，今天我们毕业了。